阿飞，你别来了，你不要再去做阿飞了，我告诉你，你滚多远你就给我滚多远，我告诉你，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了。阿姨，我告诉你，再给他来玩。你好好说话，你好好说话行不行？我怎么好好说话？你又是谁？你说你过来一下。你又是谁？你不要管我是谁。阿飞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想吧，他为什么？就是这不是我脚受伤了吗？然后这几天身体不舒服就。 去摘一米没摘多少，他就过来骂我了。哎，小芳，昨天对不起啊，昨天我不应该把气撒在你身上的。昨天想了一个晚上都没睡着。没事。你现在是要跟蒋木回去了吗？我。哎，放开我你！你给我滚！哎，你不要再给他来往了，滚！阿姨，滚多远就滚多远，我告诉你，你滚多远就滚多远，快点！我找不到东西了，滚多远就滚多远，不要再来了，你疯了是不是啊？ 你疯了，阿姨，等一下，你干嘛呀？来，拿个玉米，你走还是？阿姨，走，你干嘛呀？干嘛？你有事？那牌子，你管我是谁？你神经病！不要动手，动手，阿姨啊！不要动手，你不要动手，行不行？阿姨，你不要动手，是不是？来，我这里干嘛呀？你走走走，不要管他，不要管他，我们回去。蒋某，走，不要管他。哎，我们回去。哎，蒋某，这个老巫婆跟狗一样，嚎叫这个嘴。 不要管这些公事，走了，跟我回去了。我还不能回去啊，蒋梦。什么？你还不能回去？啊？跟我走了，回去。啊